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哈。我们认 AD 家出来的时候是好像一个 stage 里面唱自己想唱的了哈。那就是我们在，因为我们很久唱一次了，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不好意思，我的话会比较多一点，因为这是表演中哈，表演的之一这样子。然后在我的身上呢，或者是在我们的朋友群里面，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这样子，那也是很难过，也很生气，也很舍不得这样子。那我一直想要，就是我们一直也很喜欢这首歌，然后那一天就是有唱，然后就是我想要在这里再回应一次这首歌这样子。那因为我是基督徒这样子，那我觉得在座的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很受不了的事情啊，咋不起尊哈？就有的时候想一想，就是就是有人在为你担心这样子，所以有人在为你祷告这样子。想要去旅行，我们没有钱去，这样等到以后我们赚钱了，
要想去的没有办法去，因为什么呢？太老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在这个这件事情呢，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感动，就是当我们能够爱的时候，处理爱；当我们能够但是恨的时候，轻轻恨就好了。窓に西日が当たる部屋はいつもあなたの匂いがするわ。一人暮らせば思い出すから、壁の这首歌叫《醉生梦死》，你们知道《醉生梦死》是什么吗？醉生梦死。警卫，请把这个牡丹香的带走一下。好，看一下。对，就我很喜欢学成语，所以我学的成语之一是《醉生梦死》。
20块 Kito 哦。